我们新来意的族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大家早安。现在是早上的6:30，7点了。因为现在还很早，我知道大家应该还在睡觉，或者是在家里面正在早。哇，那么早！对呀、啊，因为我要跑八乡。哦。我要上去。好，来，四个都同意哈，谢谢。马萨鲁哟，加巴加巴。那独库，萨马杜比爱真多，妈妈在你讲一讲你嘛，在台湾爱做主管。啊，马杜比阿那啊，马进可来真，萨哈那那爱做同意，台湾爱做同意啊，萨哈那。那是11月18号啊，或者说那星期六，完了再把一桌十八，再好好把一桌统一，等等。谢谢，为了我们的自己，为了小孩，我们不要吃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。你呢？好，你好。收到投票单了没有？收到了吗？收到了，要去投。干你哦，很累吼、哦，很辛苦啦哦啦，不会辛苦，快要完毕了，到下这个礼拜六哈、哦，18号就结束了，哦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投哦，爸爸啊、哦，爸爸你要带牵着妈妈的手一起去投票，两个手牵手去，在晒太阳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身体要健康好不好？不要吃莱克多巴胺的猪啊！哦，加油加油加油！爱你哦，爱你哦，同意，爱你哦，爱你哦，爱你哦！妈妈给你鼓励，谢谢，加油加油，谢谢，一起加油！牡蛎高筋素梅要拜托丹宁的家人还有族人，12月18号，也就是礼拜六，就要去投票。这次的投票不是任何政党的投票，也不是投给任何一个个人，我们投的是我们的未来，我们的孩子不要吃到莱猪就给他盖同意，我们就一辈子吃不到莱猪了。如果我们不想要断电，我们就给他盖重启合适，如果我们要照顾我们的早教，我们就给他按同意，如果我们以后要有公民投票的权利以及政策辩论的权利，我们就给他公投打大选。所以这一次的投票是为了下一代的政策行使。高筋素梅独立在这里要拜托我们丹宁社区的所有族人一定要去投票。谢谢大哥，谢谢，我们不辛苦，辛苦了，不辛苦，也谢谢你们，加油！下个礼拜六要投票哈，要拉票，所以每一张票都很重要哈。谢谢，四个同意，台湾会更好。你好，叶可屋，哎呦，你要给我水呀、哦？这样就对了、啊，这样就对了。谢谢你呢，这样很贵呢。有几个？有几个？哦，不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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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，谢谢大哥。努力宣传了。好，不好意思让你破费了。我也加油。好，大家加油哈。谢谢。谢谢。小朋友，你看多可爱！我们怎么忍心让你们吃莱猪，对不对？你好，哎，小心。好了，三个兔宝宝，不要吃莱猪哈，我们要吃台湾猪哈，拜拜。谢谢，谢谢。你看我们小朋友多么棒，多么优秀。四个都同意。在原住民的部落，在山区，我们只好坐这样子的小木木公头车，就坐在上面爬整座山。今天要走8个乡，所以要坐一坐，很累哦。一定要投哦，500万人要走出来，我们原住民也很努力哦。谢谢。我们要拜托族人，礼拜六，也就是12月18号，不要忘记去行使公民的投票。这一次的投票不是投政党，这一次的投票也不是投给个人，我们要投的是政策。
这个政策投下去，我们一辈子就不用吃到莱猪。四个都同意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加油，四个都同意。哦，让民进党下台，台湾更美丽。四个都同意，台湾更美丽。好想哭哎！加油。我们一起加油哈！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好，一定要成功哈！何玉姐，四个同意，谢谢，不要哭，加油！谢谢年轻人，身上好，谢谢，热烈的大王，投票完毕再去身上哦。谢谢，等一下，加油，加油！谢谢，加油！四个同意哈，大家一起加油。再继续，四个同意。好的，爱你。我们一起加油，一起加油。村长，谢谢你的那个水。是。我们要加油。加油加油！不要再停电了哈，跟我们老人家讲哦，哈。投票四个同意哈。好。好，那我要继续走。好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阿三路，谢谢村长。辛苦了。家人家们，谢谢谢谢。谢谢大家，马萨路村长再见。辛苦辛苦了，大家都要投票。你有看我的脸书吗？我们在看。我们四个同意好不好？把三个加加，谢谢。不好，喂，我是丁木的李富颖。喂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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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，金女。哎 ，yes。小的公投后，好，对，四个公投，我知道了，要带大家哈。你的面最好吃了，我下次再来吃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哎，大姐，加油，夏雨，谢谢，帮忙吗？四个同意，对，阿姨拜托啦，四个，辛苦啦。有没有收到投票通知的？还没。哦，不行，要赶快跟乡公所讲哈，礼拜六就要投票咯。OK， 谢谢，好久不见哈，谢谢你的拍拍手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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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投票，好，一定要投票，礼拜六，谢谢，高金素梅在这里，你好。高金素梅，拜托要去公投。不要那么粗，要细的。哇，原来很会哦，很会哦。四个同意，台湾更美丽。礼拜六我要去投票哈。啊，问老板啊，要不要让我们休息？有点累，从早上还有几个乡要去跑，跑八个乡真的很不容易。反正我也习惯了，我选举也这样，所以在车上睡觉啊，在坐这个小战车啊，这个小战车就好像我的家，我的床上一样，随时可以睡，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我，加油，拼到最后一刻。我看到了白色车子的大哥，感谢，谢谢你的挥手，要去投票哦，礼拜六，开车的朋友小心安全，小心安全，谢谢豆香，我不辛苦，只要我们的政策是对的，孩子健康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小七一路平安，谢谢，谢谢大哥，一路平安，谢谢。下个礼拜六，拜见那么投票所，加州啊，加马吉吉亮啊，帅哥，亲戚，四个同意，我叫加加玉，沙加贝啊，投票。爱你爱你不是开玩笑，我一辈子爱着你，妈妈，我只要喝一杯，身体好。朋友不要忘记，不能用自己的印章去盖哦，哦，跟我们平常投票一样，年轻人投自己好不好？投四个同意，小朋友我们不要吃莱猪好不好？好，村
四项加油，四个同意哦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好，我们继续努力，继续努力，加油。走完了三边，现在呢要往海线这边走。原住民的地区从山走到海真的很不容易，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累，只要下个礼拜六12月18号能够让500万人走出来，那一个偏远的地区高金素梅都要去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我们大都会地区的没有任何政党色彩的朋友们，请你们一定要出来投票，这是我衷心的愿望。谢谢大家，500万票不容易，真的，每一个人一定要催票。高金素梅在这里真的拜托大家，我再累，从山走到海，从海走到都市，我一点都不辛苦。为了下一代，我们一定要加油。谢谢。